三套，我们老总专门为您留的。剩下的户型一周之前都已经卖光了。好，三套我全要了，帮我谢谢你们老总。啊，不客气。嗯，哎，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啊？哦，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这里的平均售价是3到4万之间，12层以上是湖景房，湖景房里面有个大的主卧，主卧里面有3个大的落地窗，还有休闲飘窗，在这个空间里，您可以放上茶具作为下午茶空间来享用。您看，您要是需要的话，我按照董太太的价格给您来一套。动心了？没有，我就是问问，喜欢就买一套呗。你们这儿还有更小的户型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最小的户型是120平米的，还剩3套，董太太都定了。没事，我让她一套，首付多少钱？哦，商业利率是7%，国家规定首套房利率是85折。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优惠活动，只要您是首套房购买者，在我们这里购买任何户型的首套房，我们立即在价钱上给您立马减去10万元。公积金利率是5.3%，之后呢再给您打一个97折，793260元。你这是打完折了还是没打折呀？已经在原价的折扣上给您便宜了10万块钱，再算上公积金的85折的情况下，给您打了98折，之后再算上董太太的97折，这样的话是最优惠的了，相当于说是白菜价，挺划算的，就他吧。好，身份证。我跟我老公卡上没那么多余额，要我干嘛使啊？白素仙，我老婆的闺蜜之一，当年事业有成的她。激流勇退，嫁给了自己的老板，在家相夫教子。不对，他们没有资格教，而且他连相夫都很难。他老公董静辉，标准的60后成功人士，长期驻扎美国，所以老白相我老婆的时间比相夫的时间还长。拿来。真的假的？快点。一套贷款，2套全付，办手续吧。喂。喂，老公。喂，哎，老婆，我这信号不好，你等会儿啊，我换个地儿。你等会儿啊。喂，哎，老婆，现在清楚了吧？你说怎么了？老公，我要告诉你个大好消息，我们有房了！啊？不，你啊什么呀？你要买房啊？你好，王小姐。哦，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得办手续去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别！完蛋了，王小姐，真的很抱歉啊。刚才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资料，我去核实了一下，因为你已经有房子了，所以这次活动你没办法参加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次活动呢，是为了首套房客户而定制的。王小姐，我们刚才查了一下，她已经买过房子了，所以这次活动真的很抱歉。不可能啊，我什么时候买过房子啊？我在上海这么大一地，我有套房子我还不知道。哎，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奶奶的，写的不是我的名字，这也算呀？别着急啊，你帮我再查查，会不会搞错了呀？吕不凡是您先生吗？是啊。房子是用他的名字买的，刚买没多久。不可能啊，我老公买什么都跟我商量。会不会同名同姓，你搞错了？其实我也怕弄错这个问题，特意查了3遍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您再看看吧。吕不凡，你个混蛋！老婆，你先别生气，真的，我没想瞒你，我是准备告诉你的，但这不这两天太忙了吗？借口，全都是借口！你要想说的话，什么时候不能说呀？吃饭前你可以说，对吧？睡觉前你也可以说，
堂妹来找你借名额就这八个字儿，够能编的呀，吕不凡，你想骗谁呢？最重要的是你根本就故意的。我这不怕你不乐意吗？那你认为我现在就乐意了是吧？老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没完，你等着。喂，哎呀，好了，你也别太生气了。但这事儿吧，确实有点蹊跷。800万的房子用你老公的名字，亲兄妹还信不过呢。就是的，而且我跟你说啊，他们家亲戚一大堆，什么哥哥妹妹的，我从来就没有分清楚过。再问问吧。哎，老白，我等会要去的地儿反方向，你把我搁前面地铁站吧。真去啊？废话，那万一那真的是他堂妹，多尴尬呀！这种事情呢，就是宁可错杀一千，不能放过一个，一个就要你命了。快点！吴宇，我老婆的另一闺蜜，理财师，生活中处处精打细算，职业病。她自有一套给男人打分的系统。哎，化妆啊！这种事情，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才。在他那里及格都难，所以他至今单身。我说可以。他平时热衷于参加各种相亲和掺和闺蜜们的私生活。毕竟占的是你汪小璐的名额，对不对？对于我老婆呢？来啦！找谁呀？请问你需要理财服务吗？我是个人理财经理，我们现在推出一款理财产品，它的利率呢高于银行间同期利率。嫂子，你认识我呀？吕不凡朋友圈，我总能看见你，太巧了！进来，来。哦，进来吧。不用换鞋了，快进。嫂子，你说我哥这人他也真是的啊，我都来了上海好几个月了，我就说约你们一起吃个饭，哎，他可好，到现在都没给我约上。你们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？那是，我们俩最近可忙了，尤其是他跟我的小舅舅在搞一个什么大生意，马上就要开张了。你说这吕不凡也真是的，他再怎么忙，家里来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呀，弄得我好像我们上海人多大架子似的，对吧？妹妹，哎，你是吕不凡哪个叔叔家的孩子呀？三叔。不可能，吕不凡只有两个叔叔，剩下的就只有姑姑了。我爸是吕不凡的三表叔。这么复杂呀？是我们北方人啊，这亲戚特别多，
我小的时候经常弄混。只不过我跟吕慕凡我们两家住得特别近，关系特别好。嫂子来喝茶。哎，谢谢。嗯，姐来。啊，谢。我们小的时候住得近嘛，18岁以前我们都住一张床上。啊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啊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我来，太烫了，没关系，对不起啊，嫂子，烫着你了，没事。哎呀，这怪我这说话特别夸张，我们北方人这关系一近吧，就特别没大没小的，你别介意啊。啊，没事。你要想知道吕不凡的事儿，你就问我，东家追狗，西家摸猫，一撅屁股拉几个驴粪蛋，我一清二楚。来，给我吧。谢谢。哎，你这房子是分期的还是全付的呀？全付啊。全付啊。嗯。哟，那你可亏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分期的，那贷款利率是6%，如果把钱全都存到我们这儿啊，我可以帮你谈到10%的利率，这样差价就是4%，一年。哎，妹妹。哎，你说你跟吕不凡这么好这么熟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来呀？嫂子，那会儿我跟我男朋友正在国外呢，实在没赶回来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过你们那婚礼视频我可看了，特别感人，就是我哥被灌翻了直接睡浴缸那段太逗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他人酒量还挺大的，练习过了，就整两间浴缸，3天3夜醒过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哪。嫂子，这次呢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哥。你不知道我们北方人的观念就是，我们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，男生就不能结婚。我就实在没辙了，我就想起我哥来了，我就直接问他要名额。我哥说呢，这名额两年用完了，所以我就想请问你，谁请？那你们计划有多少要用的名额？不过我要知道这事儿这么麻烦，我肯定不跟我哥见面了。不好意思，没什么麻烦不麻烦。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家小鹿呢把名额借给你，到时候呢我们家小鹿买房子的时候，你可以把钱借给他。对，互帮互助，这个社会很和谐。没问题。姐，你是做投资理财的？对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一个名片啊。这个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，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啊。一定。那回头我让我老公找你啊。终于有人帮我们了。老婆，你等等我呀，走这么快干嘛？放手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老婆，你先别走啊。
老婆，哎，别！你究竟还有多少个过去瞒着我？我真的没有。哎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你别砸电脑。你说不说？我说什么呀？我就想听你说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啊。我根本就不是你的第一个女人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满意了吧？大骗子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，你为什么一直骗我？小璐，我真的不是有意骗你的，真的。你就是有意骗我的，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全都是在骗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骗我？你是个大骗子。因为我爱你啊。老婆，那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但今天客人多，我必须得去密室。我永远爱你啊！来，美女们往这边走。三位美女 ，Hello， 刚才我听到你们选的是一个中等难度的主题，之前玩过吗？没有。那要是玩得好的话，多帮我们宣传啊。这个有人通过过吗？你们要是实在过不去的话，就用这个联系我，我随时会出现来救你们。来，拿着，这边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呦，啊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不好意思啊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密室的设计师，所有密室都是他设计的。哎呦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在检修设备呢，有点累了。三位小姐要开始游戏了。哦，那走走走走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玩你玩你玩。好了，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把门一关上，游戏就开始了。有什么问题叫我啊，拜拜。嗯，哎呀，什么情况啊？你昨一晚上都没睡啊？嗨，别提了。哎，帮我拿瓶水喝，渴死了。说有你这么笨。玩个我从不的游戏就给玩成这样了，你说是你玩游戏啊，还是游戏玩你啊？那是哥们儿诚实，知道吗？那诚实现在是美德。这，对。呜，美德哥，美德的代价。Ha ha ha.